下，我现在是就是拉一般领，它其实就是一个自然的 V 领。对，那你可以拉斜领的，斜肩，对，斜领的也很好看。嗯，而且它白色，因为它其实是做这样双层的感觉，所以你们看它是完全不透的。它其实第一层就不太会透了。对，其实这层我觉得就不太透。对，然后它又多了两层，所以就其实穿起来我觉得会更有安全感。嗯，然后加上它也可以拉成一字领。而且它那一字领就是很漂亮，我觉得这种你一字领你要找那种圆领一般领的时候都很好看。对，然后它的话其实弹性还蛮好，你们看。对，因为它这边就是像我这边空间还有，所以这件我觉得就没有那个肩宽的限制，因为其实有些女生是怕说肩膀比较宽会没办法穿平衡，但这件的话它是做一个大 V 领，所以是 OK 的，然后背面也是一个这样荷叶垂钓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其实我发现它的话跟一般棉质不太一样，它是有点竹节棉的。对，因为它上面也是有纹路的。就是这个纹路很漂亮，而且我觉得夏天穿竹节棉会特别舒服。对，就是它其实是很凉爽，而且你外面买的竹节棉一定是那种很薄很透的。对，但是我们家是白色，也有纹路但是不会透的哦。然后Ellie 这件的话是棉质的，所以就是夏天穿是舒服的。对，然后加上它其实手臂，你们看它手臂是有修饰的感觉。对，它也一样不会贴的。对，然后尤其是我觉得这片荷叶就是更能修饰手臂。对，就假如你是手臂稍微有点肉的女生，我觉得更能修饰。对，因为你就可以直接露你的锁骨出来。对，而且是后面大，哎，我觉得后面是一个心机的感觉，然后很漂亮，这样大。对，可是它其实你们看，在这个缝就是缝接处，它这边其实是多加一块的，嗯，所以它其实看起来是感觉还是会有一点那种层次的感觉。嗯，然后这件的话，我拉一下黑色的一字领。对，我们来看黑色的一字领，黑色就更适合了。黑色真的很适合哎。嗯，对，然后我觉得追求显瘦的人就要买黑色。对，黑色就是保证你穿起来就是显瘦。对，显瘦。嗯，然后白色就是比较清新感一点点的，对，就是搭配夏天一点的感觉。对。然后如果今天大，我觉得我配宽裤其实也很好。对，因为这件它其实是你看它有 V 领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会不会搭宽裤会怪怪的。宽裤也 OK， 是可以的。我跟你们说，就是上半身的衣服，如果越随性，搭宽裤越适合，对，越会很好看。嗯，然后这件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穿的优雅，又可以穿的个性，真的又可以个性。对，像靴子如果搭配跟鞋，你们看，如果去一些，譬如说你要去一些餐厅吃，对，或者去酒吧，对不对？就是它棉质，就有约会的时候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啊，就很喜欢，而且很好看哎。然后两个颜色都是。百搭的色，对，百搭的颜色，所以你们收到就是你们一定会拿出来重复穿搭的颜色。